杰诺，你为什么次次针对我？呵，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明明不是我，为什么父亲不相信我？孩子，母亲知道不是你，但是你惹薛洛什么了，让他这么报复你？我只不过用法术攻击他了。雪乐，你别惹他了，他可是恶魔祖先的转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哥，我才不会善罢甘休。父亲，把我的魔力给我。找到真相了。照片上的人根本不是我，所以伤害人类不是我，是他。谢洛，母亲可以为我作证。没错，就是谢洛。谢洛，你好大的胆！来人，给我把谢洛关进天牢。给我进去。父亲，你就这么天真的以为这能关得住我？父亲，这间小房子根本关不住我。什么？根本不可能。啊、父亲，哥，一路走好哦。人类，我来了。哈哈哈！天哪，竟然是父亲！女巫姐姐，救命！怎么了，妈？雪乐，杰洛把我的父亲杀死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找雪乐。哇，是女巫姐姐！女巫姐姐。终于来了，女巫姐姐，你为什么推我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对不起，雪乐，你伤害太多人了，我不得已。我可是恶魔之族转世，哪这么容易 S？ 这个女孩怎么晕倒在路上？把她带回家吧。你终于醒了，让我担心死了。这是哪儿啊，小屁孩？我可不是小屁孩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救命恩人？你难道就不怕我是恶魔吗？其实看到你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你是恶魔了。我们做好朋友吧。还是第一次有人愿意和我当朋友呢。小屁孩儿，我同意你这个朋友。太棒了，我也有好朋友了。天晴了，我们出去散步吧。杰洛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杰洛，小心。不怎么会。小屁孩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杰洛，你就跟我走吧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这样会让更多的人类倒霉的。我才不跟你走，我要为这个男孩复仇。恶魔之剑发射、啊、小屁孩儿，我为你报仇了。谢洛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没被抓走吗？我才没有那么容易被抓走。谢洛，都怪母亲原谅我好吗？谢洛，你这真好骗啊。Sorry, don't leave me, I want you.我要复仇，我要复仇。吓死我了，原来是一场梦。幸好
好，我不是红色的眼睛，可我为什么会做那种梦呢？感觉那种梦好真实，我做的那个梦会不会是一个预知梦啊？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脑袋好乱。我亲爱的写洛女儿，你终于醒了。娘亲，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我梦到我是红色的眼睛，还复仇了。乖孩子，你不会拥有红色眼睛的，拥有红色眼睛的都是法力强大的人。爹，母亲，父亲只爱妹妹。雪乐，你来了，去和妹妹玩吧。姐姐，我们快走吧。姐姐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我昏迷了好几天。我赢了，我还要恭喜你吗？暗之力魔法发射。啊，我为什么使用不出来魔法？姐姐啊，血洛的眼睛怎么成了红色的？糟了，是恶魔祖先附体到血洛身上了。血洛的眼睛竟然成为了恶魔祖先之眼，这完全不符合常理，而且他的法术太强大了。你们打不过的快给我让开，要不然休怪我无情了。姐姐，这一世就让我好好守护你吧。这里是哪？我为什么会在这？姐姐，你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的。父母想封印你，于是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了。夏洛，你的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？听父母说，我是恶魔祖先的转世。我的妹妹竟然是恶魔祖先的转世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要成为恶魔祖先转世。雪洛妹妹，你去抓人类吗？我想补充元气。好啊，姐姐，我们快走吧。姐姐，你在这里待着吧，我去抓人类。夏洛妹妹，对不起了，我要录下你伤人的证据，拿给父母看。父母说不能害人类，这样父母就会讨厌你了。哈哈哈，开始录屏。人类们乖乖成为我姐姐的游戏吧。姐姐，人类我抓到了。对不起啊，妹妹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不想喝了。你好大的胆，血洛。你竟敢伤害人类，你忘了我们吸血鬼的原则了吗？我要把你打入天牢，